头里痛，头里痛，现在奥巴马，被病人讲，砸得头里晕乎乎的，有点脑震荡的感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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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正在这个时刻，我看见那个墙上圣母玛利亚的像，圣母玛利亚这样的像，哦，他想了一下，还是病人讲有实力。我们经过这么多的努力啊，丝毫撼不动啊，震撼的撼，撼不动。奥巴马，还是，变形金刚，出手才厉害，然后真的这个是，干用力一拳打过去，头晃了一下子，几乎要死了，几乎要死了，现在要让他。死不死活不活啊，让他吊在那边，吊在那边，让他们让民主党没办法决策啊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啊，这样那是时间耗着吧，耗着吧啊，把那些主派啊耗在那边啊，耗在那边，我们有一个词叫垃圾时间，垃圾时间指的一个事情发生了啊。发生一个谁也没有这个能力去阻止他，眼睁睁地看着一步步塌下来，一步步塌下来，但没有任何办法来挽救。现在进入了民主党的那个垃圾时间了，进入了民主党的垃圾时间了。川普经过这么几年的苦斗啊，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了啊，现在没有太有实力的人来能够攻击川普了啊。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